里是大头 PP 夏天配烤鸭，就是顶呱呱。所以我今天要作死啊，不，我今天要认真还原一个完美的北京烤鸭。一个完美的北京烤鸭当然要用北京甜鸭，所以他是刚小选谁看的吗？所以我买了北京1720公里外的绵阳三台鸭。完了，骑着鸭子去买鸭子。如果东西买多了，你会怎么做 ？A. 送人 ，B. 存着自己用 ，C. 扔掉。我当然选择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我买了两根那个老鸭子，你一根我一根嘛。一只完美的北京烤鸭，当然要细腻光。反了，这个鸭子已经不行了，我们为它默哀一分钟。鸭子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来准备一下腌的调料。鸭子都是成双成对的，而你呢？你看我捣得多细，我信你个鬼。用香料给鸭子做一个马杀鸡，放松，深呼吸，放松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一只完美的北京烤鸭当然要圆润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吹鸭。行啊，你咋吹的？我看有人用空气压缩机，我穷，我就买了这个。切，还不如我呢，吹不开呀，这个皮。脖子在起了。这不是吹的还是肚子吗？坚持者能在命运风暴中奋斗时，他好厉害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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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屎出来了！啊，继续继续，我看这个已经撑开了，已经完全是空气了。那声音是从哪儿出来的呀？王潇，我给你试一下。就你这一笑，一直。一、二、三，吹！我要起飞了。一只完美的北京烤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丰满。现在我们来浇一下烫水吧。怎么起来呢？饼皮有了，这个时候长得好看的又要问我了，难道你要用烤箱来做北京烤鸭吗？我 PP 毕格海德是一个会走寻常路的人吗？一只完美的北京烤鸭当然需要二次挂糖，200度以上的温度以及360度的均匀受热。现在来点火吧。为什么我拿了手套也不用呢？因为这是两个左手。别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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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啥呀？一点就吸啊。我在网上买了固体酒精和可乐，不凑单买的。直接杵在那个木头上面。现在我们先烤一面，苹果木烤的好香哦，它
窗为啥这么多烟啊？我差点把它扔出去了，我这咋办？哎，一秒它那个鸭皮就瘪了，怎么样颜色？还可吧？我已经感觉到那个脆劲儿了。虽然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是好好吃哦。理一下好吧，看不到了吧？我要蘸一下白糖这个皮。就是小时候吃白糖拌油渣的那种快乐。哇，好油，好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其实整个过程，我们是按照茶的北京烤鸭的那种正宗的做法来做的，但是呢，每一个环节都有欠缺，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这只鸭子变成了一个不完美的鸭子。怎么胸那么小呢？惊呆了，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吹还是有关系。树在下，学艺不精。没事儿，不碍事儿，味道好吃就行了。哎，人生嘛，不都是有遗憾的吗？是吗？